谢谢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。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，我们这是第二次了，对，大伙儿非常的热情，我们非常的高兴。嗯，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，哎，保不齐。先做一个介绍。好，我叫岳云鹏。是您？和他给您说一个、哎、你等会儿，大家伙儿，您等会儿，什么叫和他呀？怎么了？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？你有名字吗？哎，这废话，能没名字吗？好，他叫啊，什么名字说呀？小黑。可以。这个我们两个人呢，你等会儿，您叫小黑呀、啊、什么的？大黄、啊、没有。您说那狗名？你有人名字吗？你甭说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叫什么？啊，叫孙悦。孙悦。嗯，孙老师是啊，相声演员。哎，我们两个人呢，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心情十分的开心。嗯，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。对，实话实说啊，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，啊，我们也得给您演。哦，还得演。当然了、哦，大伙儿非常的热情，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。不在人多少。哎，对了，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。就五个人，哎，我们也得演。哎呦，呵，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。好啊，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，哎，照样演，不演了。哎，怎么一个不演了？一个观众没法演呢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琢磨，咱们俩走上台，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，一个人，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。那怎么了？也得演。哎，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？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？当然有要求了。嗯，观众说了，二位。先别说了啊，咱仨斗地主吧。来吧，你说斗是不斗啊？你知道他玩多大的？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？玩多大也不能斗啊，根本就不能斗。再输了，朋友们，这是瞎说。哎，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。哎，不可能啊！而且呢，观众满怀热情。来看节目，过年嘛，有歌有舞、嗯、什么都有。对，有相声有小品。哎，实话实说，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。啊，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。弄不清楚。哦，就是搞笑呗。哎，这搞笑的艺术，长大以后我才知道。明白了，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。您说说，上来他就是人物，他带着人物上来，带着人物上来的，这个相声不太一样。对，拿嘴说，嗯，描绘出一个场景，勾勒出一个画面，全靠演员自己把您带进来。嗯，实话实说，有难度。有难度啊，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。哎，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，拼接镜头。嗯，表现的是这个故事。哎，蒙太奇啊，叫蒙太奇。哎，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。那是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，什么呀？叫阿凡提。哦，阿凡，这个是个 3D 电影。有的朋友说了，什么叫 3D 电影呢？给您解释一下。嗯，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，叫 3D 电影。二哥拍不了啊，二哥有些着急。去年有一个电影叫《关云长》，二哥算站起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老大还不行。行行行行行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？谁胡说八道了？哦，3D 电影嘛，不是二哥拍的。对，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，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。哎，不，全明白。你看二哥生气了吧？对了。谁生气了？二师兄生气了，你看看。你甭说这个啊，你也可以拍一个呀。我拍什么拍啊？我高老庄的美好时代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别提这个了。高老庄飞甲。啊，行行行。高老庄囧多好啊。啊，囧还得。嗯。没有啊，您别胡说啊。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，观看的角度。没错没错。哎，三维立体三 D。哎，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？阿凡提。哎呦，你瞅你这该死的模样，习惯就好了。我习惯这个嘛，还阿凡提，说错了。什么呀？那叫阿凡达。对，阿凡达，骑鸟的。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，你看看。那怎么这么提对了？阿凡达，嗯，好电影值得一看，很成功啊。好相声也值得一听。那是。刚才说这个电影啊，嗯、属于。科幻片。哎，对，科幻类，实话实说，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。您不爱看多少啊？有些虚假。哦，我比较喜欢看的，嗯，乡村题材的片子。哦，就比较百姓这种。当然了，哦，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。你还拍电影啊？哎，叫做就是闹着玩的。哦，说的是豫语。哦，我在里边演一个人。豫，这个人呢，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怎么了。您拍了一个电影啊？豫语。对，
什么叫粤语啊？我问你，嗯，香港话怎么说？粤语。对了，粤语。河南话。对了。不是，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？这样说显得洋气。你甭洋气啊，洋气什么呀？您后边的说也不对呀。啊，什么的，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。演的就是人呢。那用你说吗？那个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。哎，这样，这是一个好片子。哦，是吗？当时放映的时候，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。嗯，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。打擂台。哎，对了，哎呦，都是粤语。哦，都是非常的好看。打心眼里呵，哎，您等会儿，我都澎湃，您甭澎湃了，我听都纳了闷儿了，你们这不是胡来吗？这不是谁胡来了、哦？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？当然了，我想想，头些日子有一个《敢死队二》，嗯，就是硬汉打仗那种啊啊，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？当然了。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？那好听极了，那还好听呢。史泰龙端着枪啊，打死你个龟孙儿！好家伙，施瓦辛格，阿里面啊，好疼啊！好家伙了，特别好看。没有翻译这个的，你甭说这个，什么破片子？世界著名的好片子、好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照样粤语，照样感动观众。你等会儿，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。行了，别扑簌簌了，泰坦尼克号啊，又叫这铁达尼。对了，这船撞到冰山啊，灾难片啊，粤语啊，哎呦，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？怎么会呢？不是，郑哥的，嗯，这片子您瞧了吗？瞧了呀，正正经经瞧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您啊，给我们用这个粤语，就是河南话，嗯，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？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，哎。船一折啊，普通话是这样的，船折了以后，咔，这是普通话。那河南话呢？咔嚓。说实话啊，啊，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，多好啊！像话吗？这都不是，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，两个人说话，哎，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。片段，肉丝儿，这个肉丝儿、啊。你有没有肉馅儿、啊？你什么叫肉馅儿啊？什么叫肉丝儿啊？女主角，女主角，热死！哎，好家伙，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喜欢这个肉丝儿啊、哦，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。等会儿，肉丝儿跳床，跳什么床啊？我听着你说跳床，跳船，吃乌昂船，跳船，吃乌昂，那不还是床吗？跳船，跳船哈！哎，对了，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？嗯，你想清楚了啊？没有，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。床帮上，到底什么呀？船帮，船的围栏，船的围栏。哎，这么待着要往下跳。哎呦，杰克过来了，开始聊天，开始沟通，有没有？哦，俩人头次见面啊？有，有吧？经典，你模仿一下啊？模仿这个，嗯。您这是肉丝，肉汁肉丝了。嗯，哦，杰克抽着烟，对，赛于谦，你瞧赛这玩意儿。嗯，妮儿，妮儿，弄啥了呀？哎，我听他们俩在苞米地里碰见的。你瞧肉丝这模样，都快风干了吧？滚！哎，什么？滚！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？滚！啊、哦、滚！跳船！跳船！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。傻牙！跳船！跳船！嗯。奔跳呗！哎呀，你瞅这该死的样！奔跳呗！嗯。那海水可亮啊！海水可亮啊！小杨，海水可亮啊！可亮，多亮啊！还得问清楚了，这烟够金抽的啊！多亮啊！可亮可亮啊！俩人不会聊天这是。别跳呗！嗯，别跳呗！是啊，你看那个妮儿啊，上来还把呆进了呀！没有翻译这个的啊，好片子呀，哪儿好了没敲中？要不这样吧，哪样？咱们两个人呢，表演这个《泰坦尼克号》最经典的片段，什么呀？
船断了以后，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，照样用粤语，照样能感动观众，怎么样？哦，男女主人公啊，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，一个在水里泡着，俩人生死离别，最后男主人公沉了，怎么样？最经典那段，行啊，行啊，大伙说行不行？来吧，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？能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行，那咱得说说。谁来杰克谁来肉丝，我来杰克你来肉丝。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，你等会儿丰硕一些的，你先想清楚了啊。嗯，我来肉丝，我趴在这船板上，嗯，得多大一块啊？你要有这么大一块，那全船人不都得救了吧？他也是哈，这废话吗？你来肉丝啊，那我来肉丝。哎，对，你来杰克，我来杰克。行行吧，咱们这就开始。哎，可以啊。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哎，你打哪边来呀？咱俩那怎么来？没有，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。行啊，区分一下男女。我还得区分，我化一下妆。你还得化妆，过年了嘛，是吧？哦，过年就得化妆。哎，嗯，哦，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。好，您这腰也忒高了。嗯，您这哎，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？啊，我能不救你吗？我还不愿意跟你呢。好家伙，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？你看，哦，你把耳朵露出来。对对对，哎，好家伙了，回来，真真好，这脸还真不小。那是，嗯，开始吗？咱们开始。嗯，完了呢，就一个船板。船板在哪儿呢？船板啊，咱你别趴桌子，就这个吧。哎，不，对对对对，没有趴桌子的，知道吗？那我趴地上。那哪行啊？那怎么办？还是捡着钱怎么办呀？哎，这么着，这个好比是船板。好，你就拿这个当做笔成样。做笔成样吗？好好好。哎，就这么待着。来，拖着这手摁着。行行吧。你呢？我，您给我一个角，我就稍微扒着一点。行行行，要不然我就沉了。行，你明白吧？嗯，行吧。嗯，咱俩这就开始。开始。杰克。哎，如此。谁来了？劈叉。什么水来了就劈叉呀？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？什么开水？海水。哦，海。来，忘了。我一看你这模样，想你送开水大妈了。嗯。再来啊。嗯。杰克。哎，如此。谁来了？能给我驮到后背。不是，你跑这洗澡来了？不是海水来，海水浴场吗？是不是？什么浴场？什么浴场啊？咱俩快死了，生死离别了。哦，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。啊，好，咱话说清楚了啊。啊，您这不对啊，咱俩都在水里泡着，干嘛海水来了呀？哟，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？水已经来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在水里泡着了。好好好，没有这句。啊，来来来，哎。杰克，如此。我可能是要死了，恁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中。他怎么答应了？他怎么？如此啊，杰克，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。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，那就往前走一步。可以。嗯，我早该死了。嗯，如此啊，杰克，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，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。嗯，一天到晚呀，忙个没完没了。咱俩不是画画啊，就是坐汽车。你看我这都要死了啊，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？我能说吗？那说吧。那我说了啊。那说呀。我真的说了。说呀，你倒是。杰克，不是我呀，打死你个龟孙。别来了你。
有孙老师会唱那个《最炫民族风》。我来，我大过年也不找事儿没吧？我哪唱了这个？我唱不了啊！你逼着我唱，咱我还表一个，我还得。等，听我说句话，行，我唱也行，行吧，我唱，不行吗？但是呢，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，我只能唱，我不如岳云鹏，岳云鹏能唱能跳。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高。怎么讲？你过分了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你厕所里跳高没跳过去？怎么讲？找屎了。啊，甭撒娇没用啊，那就给大伙唱几句，唱几句最炫民族风，会几句唱几句啊。你干嘛呢？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连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，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连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，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苍茫的天涯。等会儿吧，你迷路了是吧你？往后不会了，还不会就别唱了。给您唱一个别的啊，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。是吗？芹菜的那个蔡琴的。蔡琴的一首歌曲。我听降压药呢。蔡琴那首歌曲叫做《那被遗忘的时光》，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，谢谢。这比较经典的。嗯，您来吧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是那远远的明月。你说打没打着不管，还真有范儿，你知道？不是我夸你呢，我这怎么了？您这是蔡琴吗？这不兔子精吗？这不？哎，想起兔子精，你很开心对不对？那想他开什么心？你想起嫦娥了？没有啊，甭说这。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？管着我呢，你问这个吧。你唱对了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对对对，是谁在敲打我窗户？怎么还有呼呢？窗户吗？没有呼，没有呼。嗯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没有呼。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啊，不要这没有呼，就敲打我窗子啊。好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还敲打我窗？是谁不断的敲打我窗？你要不让他进来？不对吗？废话，敲三回了，知道吗？往下词我不会了。哎，好，您别净出了蒙事行吗？最浪漫的事，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注意听啊！唱一熟的就好了。背靠着背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。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。我串了吧？我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。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
待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说想要他的香水味，你又串了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一个人收藏。